Hello，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是小个子该如何选择视觉可以增高的西装裤跟喇叭裤。我自己呢是155公分，然后可是很多人没看过我本人，看到我照片就以为，哎，你是不是有170或是165以上？因为他们觉得我照片看起来是高个女孩，其实呢就是不是，我是一个小织女。然后啊，我以前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比较高，就是会穿很多短裤，就想说露出越多腿部面积，应该会看起来越高。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其实穿长裤，如果选到版型很好的，反而是看起来腿无限延伸。然后我个人也是就是西装裤控，所以呢我就是买各种各样的西装裤，买出心得了。今天呢我就分享我挑选西装裤跟喇叭裤的一些小小的诀窍，还有推荐一些我自己实行很爱的几款给你们看。第一个诀窍呢，就是选择一个微落地的长度。那每个人的腿的公分数不太一样嘛，你可以量，有家里如果有量尺什么可以量量看。我自己的话呢，因为我平常裤子是穿95、96公分，就是差不多到九分裤的位置，所以呢我会选比你自己的脚长差不多再多个5公分左右。所以像我的话呢，就是选100公分左右的裤子算是最合适的落地长度，然后呢再搭配差不多3到5公分高的跟靴或者跟鞋，你整个腿呢就马上看起来长到不行。那如果你是100公分的裤子的话，穿平底鞋它就是会有时候会拖到地，所以就是要搭配跟鞋，可是你整个视觉真的比例感超好。然后第二个诀窍呢，就是要选择有开叉的裤管，那边就是不管它是侧开叉或是前面有开叉都可以，我觉得是不同感觉。因为侧开叉的话就露出你那个脚踝处，女生最美就是露出脚踝这一块地方嘛，有点小小性感，我还蛮喜欢这样搭配。因为有时候你穿靴子啊，如果你裤子就是没有任何设计，看起来蛮死板的，它有一点点这样子开口的话，走路的时候就是会随着你的步伐这样子一摆一摆，我觉得那个线条感很好看。而且呢因为露出一点腿，所以看起来腿又有更拉长的感觉。第三个诀窍呢，就是我会选择微微宽松，也不算宽松，就是比贴身再松一点。我不会穿到超级紧，比方说如果我其实有时候穿 S， 我其实是裤子大部分穿 S， 但有些裤子呢我觉得穿 M 反而比较好看，因为有时候大腿太贴那个根部啊，就是太贴着你的大腿，反而看起来就是很肥很矮，然后你那个这里这个 Y 字区域很尴尬的区域也会很明显，那整个人看就是矮矮胖胖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选择稍微宽松一点点，反而可以视觉上看起来更修长。当然撇除这三个诀窍，版型好才是一件裤子就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今天会推荐6款，就是我自己平常很爱穿的，然后我觉得版型超好看，就是很修饰你的跨宽跟腿型的。我现在身上这一件呢是 Plusso 他们家的美图瘦瘦裤，它现在是我最爱穿的其中一条黑色喇叭裤。我自从有了它之后，几乎就是想不到穿什么时候就是套上它出门。第一个是它真的很舒服之外呢，它弹性非常好，然后就是我穿 S 号，但是看起来就是不会很憋。我穿的是他们家的第一代显瘦开叉长腿裤，它现在有做到3代，然后每一代的版型不太一样。我喜欢第一代是因为它有做侧开叉，就是你穿鞋子会露出一点点这样子，超级好看的。之前的 IG 就很常看到美图瘦瘦裤的广告，然后我就觉得哎，应该只是广告的效果而已，但我真的穿到发现哎，真的很厉害，我看起来腿超级长的，就是一个万能黑裤。因为它从150公分的女生到175公分的女生，超小个子到超高个子的女生都可以穿，然后有很多尺寸，XS到3L， 所以呢，不管什么身材，你是骨感的还是你是棉花糖女孩、柔柔女生都可以穿。但我穿 S 号，它的裤长是103公分，那 S、M、L 都还有加长版的裤长，有到108到110公分。其实它103公分对我来讲还是略长一点点，但是我配上就是
稍微再粗跟高跟一点的靴子，超级好看，就是很有一个欧美范、欧美气势的感觉。然后搭配像这样一个小西装外套 bra top 什么的，就天哪，太好看了。还有或是戴像这样的墨镜，有没有这个气势感就出来？我刘海一直吹超烦。我先来把黑裤都介绍完好了。这个黑裤呢，一样也是弹性超好，一样是美图系列的，它是一个比较直筒的版型，它整件是做直筒的。其实我个人有一点害怕直筒，因为如果版型不好的话，看起来就是很矮胖啊。然后他们家的直筒呢，一样是做微落地，所以哦，有微落地也放心了，因为它刚好稍微比你的腿再长一点点的时候，你搭配一些有跟的鞋子，腿部呢马上就延伸出去，所以呢它下面看起来不会是就是被截断的感觉，它会有一种无限延伸那样的错觉。一样弹性超好的，就是腰的部分。没弹性的话，就是吃饱会比较憋一点，所以如果没弹性的裤子，我会选择棉号。那像这种有弹性的话，基本上包覆力已经很好了，所以你直接选 S 就可以。第三件我的爱裤，这个大家这一条呢是来自我自己的选品品牌 Oatmo 的，卖的超级无敌好的一条西装开叉裤。它是小个子友好的驼色西装裤，然后它也有出一般款的长度。这一款呢，它的腰就是没有弹性的，但是我本人15548公斤，穿 S 是合身， M 的话是舒适的版型，就是 S 的话我的屁屁会觉得比较贴一点，但还 OK， 只是吃饱的话会比较憋，所以其实我最近都是穿 M 号的。那它小个子的裤长是95公分而已，就是我穿平底鞋也可以有落地的效果，就很方便，因为有时候你懒得穿跟鞋的时候，穿个凉鞋拖鞋它还是有落地效果。然后我喜欢它这边就是它这个有做侧开叉以及微微的喇叭，不会说太就是开太大那种很 over 的。再来就是它的颜色，这个驼色超级超级好看，就是它不会太浅到你觉得就是有时候穿太浅会觉得没安全感，怕弄脏或是不好搭衣服或显胖等等。这个颜色就是不会太咖啡，但也不会太灰，它就有点介于在那种冷色系的驼色，就是有一点咖啡，但是又有点灰，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这个颜色超特别。下一条一样是一个西装开叉裤，它的颜色也是一个很特别，就是我觉得很少见的一个灰杏色，很淡的。我不知道镜头前看不看得清楚，就是它本人是偏灰的杏色。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是做前面的开叉，这边有一点点，然后有烫中线的设计，然后纽扣也很精致，是做有一点琥珀感的。这个一样也没什么弹性，但是我穿它 S 的话意外的合身，就是它的合身度是蛮刚好的。那当然你要穿 M 也是好看的，它裤长也是在96-98公分，看你的尺寸。这一款呢也有出黑色的，我自己是都包色。第五款介绍一个，这个是比较休闲风的，这一样是美图的系列，然后由我爱的杨丞琳代言，它穿起来超好看的。然后之前我买他们这个 bra top 也是被丞琳烧到，我还包了两色。然后我很喜欢这两个搭在一起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像那种欧美，然后现在流行那种一套棉质的那种 bra top 配宽裤，然后是同色系的，看起来就整个超欧美，再戴个棒球帽、渔夫帽什么的就很有型。这款我觉得是明星身材一定要入手的，因为它在胯宽这边就是做了一个很垂坠的线条感，然后它穿起来觉得屁屁很被收得很安心，你知道吗？就是不会显臀，我自己有时候也会不想要臀看起来这么明显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非常可以遮盖肉肉的裤子。然后其实我之前会觉得棉质长裤很像睡衣，如果它材质或是版型不好的话，但它的棉质蛮有分量感，就是厚厚的，然后手感超舒服，你不会觉得像睡衣。我很难得也找到一条棉质长裤宽裤，是我觉得穿出门也不会邋遢的。那它也是属于微落地的版型，搭个有跟着靴子，看起来下半身就是很有气势，很
最后一件裤子我要推荐它。我喜欢这个裤子的地方呢，是它背后有做松紧的设计，穿起来腰部蛮舒适的。那我一样穿 S 的话是合身， M 的话是比较宽松舒适一些些。这一款我觉得穿上去很特别，因为它是有点像直筒的版型，但它下面又做这样子的喇叭裤的开叉，所以它在裤尾巴会看起来有一点视觉这样子散出去的感觉，但是上半身又是做直筒的。你如果怕大腿太憋的话，它我觉得超级适合。但是白色裤子还是要注意穿素色或是白色的内裤会比较安全，因为有时候稍微在一些光线下还是会透的。好了，以上就是我这一次分享六款我私心非常爱，然后很适合小个女孩穿的西装跟喇叭裤。其实我衣柜里还有非常多条，因为这是我精选出来我最爱的六条裤子分享给你们。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的内容的话，我之后也可以来分享小个子的牛仔裤，因为我就是各种裤子的就是收集者、狂热者，牛仔裤我也有很多可以分享的。然后我觉得穿起来就是显腿长的，不显腿长的我一律不买，毕竟已经这么矮了，不能再看起来更矮。如果你也是小个子，或是你有什么推荐的裤子，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我可以去买买看、穿穿看的。就是裤子永远不嫌多，对，衣服永远都不嫌多。那也别忘了，如果喜欢我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可以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哦。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拜拜。